家好，这里呢是我们的库拉索芦荟种植基地。这个芦荟呢，有很多姐妹在评论区问我能不能吃，是不是很苦？今天我们来尝一尝，从根部挖一个小口，取一个芦荟的阿叶片，把这个白肉切掉，削掉两边的边刺。把这个芦荟的外皮